这两个月每次你指导大家的时候，我都在研究你的发球习惯，就是为了克制你，研究你。发球！你厉害，招了这么一位爷进来。你之前答应我了，鱼转网成功，跟我约会。咱俩今天呢，就当两个童年幸福的小孩，开开心心的玩呗。梁安，我喜欢你。这算什么呀？我负担不起你对我的喜欢。你这是拒绝我了吗？周一至周五晚间10点，最好是你，爱情而已。